刚那样说话的话，只是说把声音放轻了一点点，就稍微有一点脆生生的，真不是夹，就真的夹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自己去搜夹子音呐，不是这样的。人家最近口红都用完了，涂这个吧。看见，你们这群直男，你们这群直男，活该没有女朋友。哎，我跟你们讲个事，就是我们家，就我们家有一个女房管，然后就是她特别喜欢点陪陪，点陪玩，然后呢，然后有一些就。其他房管呀，有的时候会和他一起打嘛，然后就蹭他的陪陪，然后呢，就有一次他叫了一个陪玩妹妹，然后就我们这边有一个房管，直男，死直男房管，然后就是跟他一起玩了，他一听到就别的妹妹讲话。那可能我不知道那个妹妹是什么声音，可能就比较可爱一点的吧。然后他就直接说人死夹子，他就嘲讽，游戏开始的时候就各种嘲讽，说你这个夹子音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说一大堆，就直接我听到这我真的是觉得很无语，你知道吗？就别人点陪玩。哦，就是你免费上车，你白嫖人家就算了，对吧？你白嫖人家就算了，你还说人家是死夹子，你就真的很过分。这人不踢了吗？肯定踢了呀，游戏打完就把他踢了。啊，到底是哪个房管我就不说了，不公开处刑了，真的是很离谱。对呀。就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当面说吧？不出心了，毕竟其实这样的人很多。还有一种就是，如果见到别人带妹玩游戏的话。还会嘲讽，还喜欢嘲讽。我觉得这种人可能就是自己没有妹妹一起玩游戏吧，所以就稍微有一点点阴暗了，你知道吧？就看到啊，别人带妹打游戏，就说别人是舔狗。你没有和溜溜玩过吗？那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很就很好奇，为什么就这些人会这么讨厌夹子呢？他是真的觉得夹子音很难听吗？还是就是纯纯的是玩梗，纯纯的是因为玩梗？打得好就不嘲讽啊，那倒是呀，那倒是打得不好，那你可以说一下。你搬硬伤，我带你，我不带，我暂时带不动。有天生夹子音，其实。这个夹子梗没有火之前呢，大家都不会这么说的。那个时候其实二次元有很多很多可爱的萝莉音啊，
然后各种声线，就大家都会觉得哇，这种声音就好厉害呀，很舒服，然后就会不会吝啬自己的赞美。但现在就统一夹子音，现在真的就是统一夹子音。就不管你说话到底有没有夹端腔还是什么，他可能还是本音，还是说怎么样的，就统一夹子音。变声器搞的啊，变声器不是那个小风车吗？欢迎七七。你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呀，我玩游戏好像确实都挺坑的。所以说我一般和路人打游戏都会挑自己最拿手的英雄吧，最不坑的，从来不敢练英雄。以前的时候变态才会讨厌夹子音吧。这倒不是。哎，我觉得就是声音嘛，那好听就行了，没必要骂。如果说你觉得他声音很难听，是吧？就那种夹，就是夹的确实很难受。你可以就说他，但有些女孩子的声音确实蛮好听的，脆生生的，是吧？然后还有好多人骂他夹子音，最重就是最明显的就是男主播啊，就和妹妹一起打游戏。现在男主播只要和妹妹打游戏啊，这个妹妹声音就是哎那个一点，弹幕上肯定都说夹子音夹子音夹子音。就单说就没什么，还会有人说一些比较很恶意的话。可以夹，你是这样都可以讲。林志玲吗？我觉得蛮好听的呀。我觉得蛮好听的。怎样啊？你很讨厌呢。哎，我反正我学不会。他声音不是假的，就语气有点，就是不一样啊，就语气，他肯定不是假。看到这张弹幕我就办卡，看得到了，办卡掏出来吧，兄弟。不好意思，是啊，台湾腔吗？还有12分钟，我们都一起过一下好不好？开通钻粉双倍亲密哦，然后开通钻粉可以加入咱们的钻粉音频群，我可以私聊发你全号，然后一个火箭可以加送微信，加点播，加禁言半小时。马上就助眠了，现在是49，还有11分钟。我不太会，不管怎么说后面都加上乐拉。 是吗乐拉？谢谢谢特豪乐拉的办卡乐拉。是这样吗？大家点点关注了啦，爱你们比轩了啦，学费了学费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这位这位好水友的指导，学费了。大家的夹子音还是很可爱的。哈哈哈哈，还好呀，我
我觉得我的声音不可爱。哎呦，没什么变化啊。我的声音一点都不可爱，超凶的。好的，笨逼，谢谢笨逼的办卡。你不要这样子啦。不可以，打妹打妹。不可以打呆呆，呆呆这么可爱。还带一点奶味。啊，是吗？哦，老粉呢、啊、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声音很像菠萝赛冬，怎么会？哦，我知道他声音就稍微有一点点大舌头，还蛮可爱的，他声音挺可爱的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不是，他现在在某站是吧？那拼赌中可还行。为什么我夹字音不好听吗？欢迎大家晚上好，家人们，帮大家过过一生好不好啊？不，过过二生好不好？有没有好哥哥帮呆呆过一下二星？我不想整牙，整牙会痛痛，呆呆怕痛痛。是呀，我这个牙还是很可爱的。喂，看呆呆有虎牙。配上我这个耳朵是不是更可爱了呢？大家想过二星，有没有好哥哥帮忙过一下二星的？一张办卡可以有丹丹的牌子哟。没有即时呀，为什么这么爽？哼，老双标了，真的是老双标了。哎，你们听到这种声音就夹子音是吧？然后听到那种性感御姐音，这啊，姐姐爱我。哼，老双标嘞。那御姐音跟萝莉音其实都是，大部分都是伪出来的，都是稍微御姐音需要端腔一点。都不是最最最放松的本音，但是你们听到御姐音就不行啊，就不是对待萝莉音的样子，是吧？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对御姐音说：“哎呀，你个夹子。”其实这两种声音没啥差别，就一个高一个低。哼，老双标了，好帅！哼，实际情况是你并没有把我穿起来，并且闪到了自己的老腰。打我的话，应该不会哭吧？毕竟你跳起来只能打到我膝盖。
力度应该也不是很大。你个老茶子。让我觉得最过分的就是我助眠的时候还会有人说我是夹子。我现在想我助眠的时候都是这样说话的，他怎么就听出来我是夹子？你就喜欢夹子小姐姐。嗯，那我不是夹子小姐姐吗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谢谢小哥哥哥的班卡。我七哥，不想来。啊，我七哥，好了。张万森到底是谁呀？电视剧里面的吗？没看过。帮忙过一下心吧，好不好？送办卡都没有嗯。哇，现在有了。有那么了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女主播必备技能啊，谢明雪哟，感谢明雪。啵啵啵，哦，谢明夜说错了。电影，哦，没看过。当然是真呀，真的真的。可是人家的脸就是这么大呀，怎么难开呀？难开的话你看什么呀？看椅子嘛。谢谢浮生哥哥，谢谢浮生哥哥，感谢浮生哥，啊，谢谢无冷哥，啊，无冷哥，谢谢你的飞机。谢谢。啊，乌龙哥大气，谢谢乌龙哥。给您转个圈圈。身材可能是太胖了，可能是太胖了。哦，我说衣服胖，不是我胖。你看这么腰一松，是不是就瞬间就有曲线了？但是把它一松，太行，像个孕妇一样，松一下，嗯。那有人说快进到助眠，那你成功降落了，现在就开始助眠了。
开个投票，我晚上吃好多，好撑啊。什么托尼哥的夜生之地？谢谢福香啊，谢谢，抱抱抱抱抱抱，要死了嘞！不应该，游戏中打胎，要死了嘞！
身边。